四班一千米嘅短途赛事准备，好嚟啊！跳出嚟嘅时候，前面快闸嘅马埋变位置橙色眼罩就好甜橙啦。咁啊，再见到内栏嘅金刚啦，第三位咧仲系正阳清风，第四位红衫旅游啦，都话中间咧咁啊，仲见到个马匹有呢只八骏咧就慢慢埋咗栏啦。中档嘅位置啊，云淡风轻啦，出边黄衫埋唔到你就劲飞胜啦。后啲爪王烈焰就尾五啊，尾四栏庄加好尾三咧就爱天满啊。后边两只咁啊，白衫就系三元蜜露啦，就拍住一只神曦飞马。转紧弯中间啊，前面透出嘅马就系呢只好甜橙啦，咬住第二位咧就正阳清风啊。第三位金刚，第四位外边旅游啦，督中间咧仲有云淡风轻内栏啊八骏啊。后啲先见到爪王烈焰啊掟出
呢場賽事跑第二名是好甜橙，咁啊都係跟曬前面嗰啲著數噶啦，都冇得追嘅。第三名金剛，第四名咧就是、旅遊拿督，出邊嗰只勁飛勝其實都有第三名影下喎，第三名要影相啊！頭場賽事。